啊，我开台了，开了开了，开台，进来吗？是不是？进来了，有，进得来，开，哦，哎呦打，哎呦，这么凶，哎呦，我游戏还在更新，啊，啊你来啊，你卡我啦，啊你砍我，啊你刚不是砍我吗？哪有徒手打、欸？哦哦哦，徒手那叫摸，徒手打而已，怎么可以砍的？对呀、啊。我很痛哎、欸！啊，你全钻装不用怕啦。不对，我也全钻，都那么钻啊！哎、欸，你是、欸、我好钻哦！你是做的还是打到的、啊？对，我是做的吗？我是做的，我好像是做的。我想说等打到再。对。我想说大家怎么都钻装了，好、喔。对啊，你看一下我。我斧头我只有一双鞋鞋。等下我有吗？我这一个鞋鞋。我这个头、啊。哦，有花用稿子。可是我的稿子是丝绸之处，怎么办？不错啊，好、啊，那我要装一下，我有。我来了，来了，阿甘，讲起来，音乐吗？还是月月休息？请假，哦，对他第三季。他第三季应该不应该要休一下？哎、欸，对，我也要去拍。不是你们四九问我吗？你们才是这个班知道的吧？对，哎、欸，阿纪，阿纪，你是不是有点扯？啊、我在加班，我都已经知道，你知道吗？我没有，我是说他现在状况如何不知道。他今天、哦、我到第三季的、啊、哦，我想说你哈，你不知道，不知道现在状况如何的。我第三段、嗯，他说他有点，可能有一点举不起来，应该会有点累啦，因为炸鸡蛋。莫德纳会蛮累的、嗯，第三季感觉大家都蛮痛苦的啊，嗯，前两季无感，哦、没有任何事，自由活动啊啊，哇，我有一张防爆卷，防爆那个我今天研究了半天，真的研究不出来，他这真的是不知道什么。你说介符合哦？哦，你说介符合那个封装的那个吗？冲撞卷。他不是每次都 bug， 是偶尔 bug， 偶尔没 bug， 就很奇怪。对，诡异的 bug。嗯，不像鬼嘞。哎，妖怪的。怎么了？哎。哦。哎，对啊，忘你要不要说你那个啊？对耶，你跟那个婚、啊、婚结婚了。你的，结婚了什么时候？恭喜恭喜！是啦，问卷啦。李卷，对李卷。问卷问卷。哦，问卷呐、啊，哦，没有，他的麦好像坏，他不是什么东西。他说刚刚 DC 断掉了。哦对。那等他一下。必须要。好了。嗯。啊？你说。啊，不对，他听不到，一直在搞他。来，你说，来，你说，我们要换地方，让他飞一下。OK， 你们换个区域飞一下。嗯，尊重你。我们要飞去哪？嗯，喜翠。来，不知道现在飞喜翠吗？喜翠地区吗？喜翠。对啊，还是你要飞去猪跟子的地区？嗯，我去疑似西班牙的地方。对，没错。哎、啊，所以你们要选谁？红恰恰、王彩花？确定了。我要选王彩花。怎么办？对，王彩花来了。那一代好可爱。我想选王彩花、欸，蛮可爱的。彩花看起来长大最不会长歪。不是，可是怕彩花，但是怕彩花会站起来。因为怕彩花会站起来、欸，我觉得他应该是会站起来了。然后又会胯下喷火，是不是？很怕啊！胯下跑出有没有？很危险呢、欸。东西，烦。那个，你有看这一代那个第九世代的那个宝可梦吗？就是我们那个宝可梦有贴那个。那個你可以看一下梗图区有，贴在梗图贴，我梗图区啊，没有啊，我那个那张图好像记得是我贴的嘛，对不对？嗯，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哪个版本？静香、胖虎跟小夫吗？我来啊，对，静香、胖虎跟小夫，没有啦，我看到不是那个，哦，不是啊，好，不知道是哪个，是啊，我是直接静香、胖虎跟小夫，我也觉得很好笑，
我想的啊，是连文字说明都直接改的。哦，你说改成什么？就是那就那三个艺人的名字，就直接对对对对。哦，有那个我有看过，那个我有看过。我还有看到，就是每一个都接上了那个自演咆哮虎的身体。哦，对，每一个都是一模一样。为什么？我有看到。然后把它用成不同的色彩而已。对对对对对，超好笑的。三 P 那个二 P 色的那个咆哮虎。二 P 色的那个咆哮虎。啊，啊咆哮虎，你这个我没有印象。就是那个红色会站起来的猫咪啊。对啊，胯下会喷火的那个。会胯下会喷火的。之后去找，之后去找。你会后悔的。对，会回不去的，你就会选不下去御三家了。对，就跟木木萧一样啊，不能让他进化。对，直接选了先改名。对，超好笑。装备啊，现在装备还要修理，好贵哦。那、啊、你不是要去盖恩德塔？对啊，我先修理一下嘛。对啊，你不懂可以问我。哇，我直接把铁针弄爆了。我是不是要赔一个铁针的？你是不是把路灯的铁针弄爆还是什么？你把路灯的铁针弄爆了吗？那是把附魔台那边。你去求偿哦。你去挖一个路灯脚下的铁针去。我求偿哦，小心哦。感觉好像。去找路灯修装这件事情非常荒谬，不会啊，蛮荒谬。每一个路灯下面都的确都有一个铁针，没错。对，那是小雨制造，这是造景的。嗯，我是觉得他哪天会爆掉、啊，你要用是没关系啊，不要把它用爆就好了。嗯，可是有裂痕哎、欸。对啊，對没关系，有裂痕也没关系啊，就当成一个那个做旧效果，没关系。风吹日晒啊，逐渐风化。说不要把它弄爆就好了，都需要折旧一下吧。对啊，除旧布新是不是。哎、欸，发发、啊，哟、哦，请问你的那个铜是要放到什么时候啊？它好像全都变了，又折旧了吗？又折旧啊，全部完了，变完了，很多啦。我有一些已经收成哎、欸，收成。长大了，你知道他们刚刚讲的什么话，我觉得我快笑死。他上因为我盖的那个围栏刚好是跟上一季的那个墓园有点像，嗯嗯，然后他就说，请问一下团团，你知道盖墓园吗？为什么后面一大，为什么后面要放一大堆桶？有些还没有成熟，要等一下。对，嗯，那你再放着，再等一下。嗯，韭菜。我觉得他们会说墓园，应该是因为你上次围墙盖的方式跟对啊对啊对啊。墓园就是很像啊，几乎一样啊，嗯、几乎一样。对、嗯，对啊。其实这些都是墓碑啦。对啊，那些都墓碑啊，这些全部都是你们这一群坏坏的人，然后的墓碑这样。哦，好好。坏坏的人。好恐怖、哦。我已经为你建造了家。那我家后面是乱葬岗，是不是、啊？你建造知名地标。哎呦！又回去了。又回去了啊？怎么又时间一直在回溯啊？哎、欸，可是说实在，如果你没有很 care 自己，就是家旁边是墓园之类的，我蛮会耶、欸。其实还好，还好。我们家旁边是那个哎、欸，是那个灵骨塔。我这边旁边也是，我这边也是啊。我家过假的就是公园，然后灵骨塔这样。真的假的？我们是过一个河是灵骨塔的哦。啊，没有，就是大楼旁边的公园就是灵骨塔。是假的，对，我是老家。对啊，他应该是那叫纳古塔啦，就不是真的会有人去祭拜的那种，可是是有的。对，对对。可是我家后面是直接后山，就是那种别人的那种单纯的一个一个自己盖那种墓园。哦。然后就是很乱的那种，然后就土葬用的那种。嗯，对对对，是那种很大平的。因为好像会有很多人很忌讳，可是我觉得还好。我会怕。不是，因为从小住到大、欸，是我啊，我就心术不正啊，就没办法，对啊，就没有办法，心里没鬼就没关系、啊，我被女鬼勾引走怎么办？我很容易上当哎、欸，啊，可是我小时候在家里面看过鬼，我也不会觉得怎样，哎、欸，我也是、欸，哦，你看得到、哦，
小时候啊，哎、欸，我应该有说过小时候的那个鬼故事啊，我忘记了。好，你可以再讲，来，请说。再讲一次。就是反正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就是会特别看，就是特别怕看这种鬼节目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有那种灵异体质，会不小心把人家召唤出来。就是那时候是小时候，还很小，国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暑假吧，我就躺在家里面的那个我妈妈他们房间有电视可以看，然后我就躺在他们那个凉席上面，然后在看电视。然后那种不是夏天都会有那种什么纳凉特辑，然后就是一群就是请那种谈话节目，请嘉宾来讲鬼故事那种嘛。嗯嗯，对。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在那边看，然后。看一看之后呢，哇，我家的格局是就是一层楼是两间房间，然后中间是就是一个小走廊，然后走廊的侧边是浴室这样。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躺在我妈妈他们房间，然后转头过去看右边的话是会看到书房这样。然后那时候家里面只有我跟我弟弟还有我妈妈，可是他们两个在楼下看电视，我在楼上。然后我就看那个纳凉节目看一看，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就中间就是不是有那种广告嘛，然后说伸展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我就往右边一看，然后就看到浴室的门往外开，然后有一只很白的手伸出来。可是呢，我们家的结构是浴室的门是往内开的，所以那个门是不可能开出来的。嗯，对，我也不可能就不应该看到那样的画面才对。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之后就好累哦，然后转头把电视切到别台，然后就一直看着别台的电视，然后盯了很久之后，然后再默默再转头啊，没东西了，哦，没事了，没事了，那赶快跑下去楼下。我小时候也是哎、欸，对啊，可是就是造就我后来洗澡洗很快，因为我洗澡都在那间浴室，我很怕就是哦，然后我们家浴室是有一片就是很大的那个窗的那个镜子，所以我每次都很怕我洗头，然后一抬起来的时候会看到。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超级五分钟洗完澡的人。没错，就是我小时候在家里面看到摩西娜的故事。来换哈记分享。我吗？最多。我的话请团团分享。啊、没有吧？那个啊，刚刚繁星不是先讲吗？繁星先、啊，我等一下我怎样、哦？你说我的吗？你不说你也是吗？哦，对啊，你刚刚不说你也是，就是其实以前我家蛮大的，然后就是怎么样？往厨房的灯很容易都是关的嘛，然后每次以那边特别特别黑，然后就常常听到那边有声音，因为就小时候有一次在跟我弟玩球的时候。然后就是我跟我弟讲说，以后不要把球就是丢到厨房那边去，哎、欸，然后我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次在玩，就是玩那个躲避球，在互丢的时候，结果就是没丢好，又丢到厨房那边去，然后我弟就问我说，哎、啊，怎么不去捡？说不要去后面。那时候我就是看到有一个人蹲在那个墙角，是很清楚哦，然后就刚好球滚到他旁边去，我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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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然后我就说：“哎、欸，走啊！”哎呦， oh. 白痴哦、喔，爸爸不要吓我啦！他被人吓到。爸爸刚好从那个楼梯走下来，然后吓到我。我有那个。然后我就跟我弟说：“哎、欸，好了，那个卡通开始，我们去看吧。”我就很在意，然后就一直觉得有视线在看着我这样子。Oh, 啊，我以为是，就是你说我们不要过去，然后球就自己滚出来了。啊，我之后的记忆就不见了啦，有。啊，好恐怖哦。恐怖。啊，那没有，我就是代入感太重了，所以我都不玩恐怖游戏，太恐怖了。对啊。真的假的？啊，发说啥？他记得那个先讲。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啊。他记那个是那个啦，他就是跟我们那个时候巧克妈妈出游团是不是？对啊，那个时候我们去台东吧，是吗？对啊，就是都不是我在遇到的，都是团他们遇到的，就是他就是没有哎、欸、没有哦，那个是你哦，你忘记了吗？台东那次，台东你还截图呢，你忘了吗？你说有那个影片的，对啊，那个是你呢，你忘了。啊、哦，是啦，那个是，可是我当下没有看到，是后来对，我们是事后的时候发现那个有拍到橱窗，然后那个橱窗有那个打雷光闪过去，然后那闪了一下呢，想说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然后回家在剪片的时候发现那一下，哎、欸，好像有什么影子在右下角亮一下，对，就这么刚好呢，我就把它放大，然后放大还有点模糊，我就把它截图之后 ，PS 把它就是饱和度啊什么拉一拉，发现刚一张脸。那假的，我怎么看过？一张脸趴在
玻璃窗上面看着里面。那张还存着吗？巧克力他们，我后来删掉了。哦，那不要，因为那个时候说不要留，对对，不要留，不要留。对，然后呢？那个时候仔细回想说，哦，好像真的有鬼，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台东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去的那间民宿啊，哦，我们进去啊，那个冷气不管怎么开都是热的，哎呦，就是完全冷不了，很奇怪。然后呢，就算了。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我们看厕所吧，厕所好像有一只死掉的大虫。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联络那个民宿的老板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完完全全就是没有要来处，就是好像是不知道是在休息还是怎样，就是也没有及时来处理，然后来看的也都就没办法解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后来就是在那个民宿那边，后来就觉得说，好啦，那我们就临时退租。然后他好像有退我们东钱嘛，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对，他好像有退。然后退掉之后，后来就我们就去找别家这样。然后事后想想，哦，说不定真的是有差，因为那一间房间我们整个进去那个时候在住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对劲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前面也是。进去的时候那时候冷气也是好好的，是进去之后开始就做冷气就坏了。对，突然间的，是突然坏掉。对，就是接近大概要晚上快晚上的时候。五级灵动。对。UNF5 好恐怖。看一下有没有灵球，看一下有没有灵球。啊，爆的。反的刺骨寒温。没有，它会很热，不是刺骨。反的，我说反的。反的。对吧、啊？那一次就比较恐怖啊，剩下你们听到大部分人最多人知道的就马来西亚那个其实就，那个有点忘记了，看影片，看影片对，那个就看影片吧，我忘记了，太久了，而且主要讲的我记得是哈基跟波波吧，记得没错，哦，主要是波波吧，我的话就是我也忘了，对，忘记了，太久了，还有巧克力的，巧克力不是有遇到。嗯，巧克力有一些些这样。我有多的铁吗？哦，我很多耶，在我家。没有。用钻石跟你换。哇。在二楼。哇，你钻石这么多。我钻石现在三组了。他一直在打那个啊，他打金怪。对啊，我疯狂打金怪。因为我们金怪的头，就是大家的头收完了吗？是不是？好像剩一两个，还有繁星的，是不是？剩繁星的吧。然后等下去讨伐，安德也需要很多东西。哦，啊，要什么？是不是什么矿车、漏斗之类的？是看你有没有要接漏东西而已啊。哦，对啊。试盖看看，我是真的完全没盖过，看了好多，有好多种版本哦。没事，都大同小异啊。对啊，换汤不换药。没事，我们繁星建筑师会帮你修改。对，我这一季是要当监工的那一种，养老监工。养老。就过去看一下那工头有没有？哎、欸，我跟你讲，那个就是这样啊、哦、啊，你加油。对。那盖的不错哦。对啊，哎、欸，还行哦。去努力保持。继续保持。想要这一次来玩个村民繁殖，可以。是可能我会有点规划，有点多东西，没事，所以我感觉要弄一段时间。没事，你有一年的时间可以用。没事，一年一季了。这样子，你那边你住在那边也刚刚好，不是吗？刚好用蛮多地，有人陪你玩，有人陪你，有人陪你玩，好怪哦！你有很大的地方可以扩建，对啊，没错，我真的已经正在扩建了。我找到另一个村庄，哎，附近的还蛮打到附近海附近这边有一个。啊，那个问卷你们刚刚已经讲完了啊？对对对，要等你讲啊，要等你讲。我是丢连结啊，你可以。对，那个连结就是大家你们可以自己分享一下，然后在那个游戏宿舍，我的粉丝页也有，我刚刚才贴。好，
啊，反正就是下礼拜会公布。嗯，好的，你。那、yep、这次的主题是？啊，对对对对对，这次的主题是谁最地狱？啊，什么谁最地狱？我看一下，谁最地狱？什么意思？等一下，等一下，我再开，我再开那个表单，那个那送出我就把它关掉，忘了我昨天还要讲哦。对，这次的问卷调查是谁最地狱，就是大家觉得轻松末日里面谁最地狱，谁看到地狱梗会最先笑出来，就是谁会住在地狱的最底层，跟谁会住在最上面的，就是大家麻烦大家来投个票，哎，排个名。好、嗯 yep, 然后下礼拜会就是一起来公布这个表单。Yep. 好，哎，坐最底，坐在最表面那个今天没来啊。对，最表面的今天在睡觉，啊、在休息。楼顶的没有来，在地表休息。然后他刚才想说，我就坐最地表啊，反正剩下就你们自己去厮杀、啊，你们自己加油，拜拜。你们自己讨论啊，你们自己去争夺一下啊。就没有人可以跟我抢。真的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抢，真的是没有人啊，真的没有。感觉好需要经验塔哦。对啊，对啊，经验值好少。好希望，好想要经验塔哦。反正自己去，自己去中介，自己去答案的。继续。好想要哦。你还要铁吗，杰克？要，可是我在打 boss 通一下。好啊。那你打真的是装弄好。因为几组，你要。可以换多少？我去看看，应该一组就很够了。不够？你在想什么？不够吗？不够，不够。你要想哦，要漏斗又要矿车哦。漏斗一个，怎么可能一个？五个？你是要盖？你是要盖哪一种的？是就盖直接挖洞下去的。你说摔到剩一颗星的那个吗？那你就看你的那个啊，要几层级，它聚集的地方几层级，就要几个漏斗嘛。然后再看你要接出来几个，若不接出来，那应该可以。那、啊、你如果四组都给，你如果接出来的，如果懒的话，就直接接箱子嘛，那就很省了、啊。嗯嗯，我的铁只有一颗，我也是。为什么？什么做了什么？那个叫什么？铁轨做完铁轨就没了。哦，我没办法给你很多铁，我铁都拿去做装饰。拿去做路灯嘛？就变成路灯的形状了，抱歉。你的铁好像跟人家铁用的方式不太一样。不说了，我身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铁砖。等下被拖上水沟盖有没有？被偷走。然后哪天走过去啊，这个路灯怎么浮在空中？铁砖被人家挖走，铁砖被挖走。哦，路灯小偷、欸！等一下、哦，好，我来帮你一起打他。哎、欸，你家路灯小偷都偷电线的。帮他好 ，nice。哎呦，我们在虚空里的，做这个参战功力，参战速度有够短暂的。我砍了你一下。啊但繁星没有投啊。嗯，嗨，那繁星要来喂一下。我来了。收割喽，尾刀一下。哎、欸，你们的都打第三季了吗？我准备了。礼拜五、啊、打算打怎么样的哪一季吗？大家你说好像是看疫苗哎、欸。我只能莫德纳。哎、欸，我没有拿到头。我还没去看呢、欸。因为 AZ 混打，你第二季打什么，你就是那第三季，我记得就是只能打什么。哦，阿宇，你这是混打的。对啊，对啊，混打的话是这样啊 ，AZ 混打是这样。因为我两个 B 了，我在想第三个要墨还是什么其他的？还是其实有规定？我也是两个。那有些没有啊。两 B 的话好像可以混啦、啊，啊，好像听家里的说，嗯，可以混吧。哦，因为还没研究，我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什么可以混啊，里面不能混的。没有，你都可以混啊，你都可以混。
你可以混。啊，你不想混，你要三 B 也可以啦。有。你不是喜欢 B 吗？哦，谢谢。哦 ，B 不错啦，可以啦 ，B 可以。对哈。可以。哦。啊，可是我觉得 A Z 好像也不错啦哈。A 到 D 哦。A 到 D 哦。哦。你应该是不能 A D 啦。你吃很开。你应该是不是哦？你应该是不行啦。对，没记错的话。A Z 不能跟 B 边踢混打。第三季我记得最佳季不确定啊，我是没听过了。哦，好像是说 AZ 第三季就是不再推荐打 AZ。对啊，对啊，然后打会推荐 AZ 没有第三季。嗯，莫德纳是不是三季都得打莫德纳？没有，没，没有，没有吧？好像没有这样规定。哦，应该也是可以混着打，好像混着打药效会是最。最好的，因为他第三季的药剂没那么大量。你说基因多样性那样子？莫德纳是半罐啊，半罐、啊。不是有的是半罐，有的是四分之一这样。哦。莫德纳是半罐啊。哦，所以混打要跟他讲说，我只要打半罐嘛，还是没有啦，他自己会调、啊。他自己就会那个啦。對對對，他知道那个打第三季，他就会帮你调。对对对，那个那个量不能自选的啦。对。我哎，我今天 A 力维维。我不行啦！哈哈哈哈哈！哎，你维维维维，那我跟他说我要去冰，看会不会那么酸一点？你要不要跟他帮你加热、啊？应该点温的啊，对啊，应该点温的吧？肯定会发烧哦！我的天！那可能说是 BNT 的话，就是三 G 都要打一样，有吗？我怎么我听过有人？我怎么有人有？我之前有听过，但是我后来我没有啊。允月就是莫德纳，他两 B 耶，两 B 莫呢？我也是两 G BNT 时候还在看。嗯，对啊。虽然我之前那时候有听到有人说要三 G 三 B 的话就是要三 B 啦，但是我不知道。嗯，不知道现在好像没有硬性规定。对。就只有说，如果是第三季的话 ，AZ 的追加效果比较差，所以比较建议不要打 AZ 这样。嗯嗯哦，感觉到时候再试一下，研究一下。嗯，没错。那你们有人也是两 B 吗？我啊，我啊，我也是。小雨也是啊。你还没研究？对，还没。我还没去弄那个。因为我是。再过两天才可以打了。欸、对啊，我是比较晚才那个打完，啊、所以我就还没去看。还是看音乐状况如何，音乐先试完 OK， 好，我来打莫德纳。可是可是我两剂都没副作用哎、欸。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啊，我也是、欸，我就只有很想睡觉而已。我就是一直暴睡，一直暴睡而已 啊， 啊！我一直根本就我是一直失眠，一直失眠啊。我跟繁星就是超级颠倒，繁星就是一直都睡不着，我就是直接睡三天这样。我自己是肌肉酸痛，痛超久。嗯，哦、我也是手酸啊，可是因为我一直在睡觉，所以我也没有很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单纯的手酸，我是就是手脚都是，就是感流感的那种肌肉酸痛很严重，然后好像有微微的发烧，微微是不是有人说？你发烧比较严重。有人说那样是不是就是有点像被车碾到什么鬼？是没有到被车碾到。啊对啊，我都很好奇，就是形容被车碾到到底是怎样？真的有被压过？是是是。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其实我两个副作用，我下来我都觉得还好，就是没有到那种感觉，我就一直很好奇是怎样。我觉得可能我都没什么，就是发烧很严重吧，我都就是三十七，然后也没有再烧上去。嗯，所以我才会希望我有。我是眼压很高哎、欸。啊、哦？不好意思。没有没有没有。眼压很高。眼睛肿肿的。就是很眼睛会完全很睁不开。对对对。嗯、就感觉每个人都差很多。嗯。我还跑去吃药比较好。哦。我就是吃那个止痛之后，然后就睡三天。直接睡烂。你确定不是止痛的副作用吗？那没有啊，止痛不会啊。我是 AZ 莫德纳。哦，我是两个都莫德纳。对啊，
嗯，我不知道，我也是基本上只有打针的那只手在酸的。嗯，我打针那只特别酸。那你其他也，因为你发烧比较那个吧、就是，你不是都是三天都是算就是烧闷高的、啊？我忘记怎么会被你，反正我记得好痛哦。有 battle 啊，你忘记 battle 的那一次了吗？battle，、啊、好抱歉，现在血池了。OK， 加油。你加油。哎、欸，可是你们说会手酸，我那时候打完之后我不是、欸，哎，我是手很痒。手很痒，我会想抓，抓我会很想，我会不自觉一直想抓到那个打进去的那个地方。是、哦，我去剪头发，哦，我是剪头发，然后那个剪头发的，就是那个老板娘就在跟我聊天，她就说她打完之后，然后就很像全身过敏，就很像那种那个什么，哦、说荨麻疹是不是？对对，很像荨麻疹这样。嗯，然后就说她打完之后，然后就荨麻疹。那就很典型的过敏反应呢、欸。那个是过敏反应啊。对啊。嗯。哦。这好像是打完之后就直接发烧，然后超难过。嗯。不要哭。不要难过了。不对，不对。超难过。不哭不哭。超难过，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这个难过跟那个难过不一样，是外国人在学中文吗？这是难过，不哭不哭。哎，学其他语言真的好难哦。好累哦。如果我以前有把英文学好就好了。哦，好想要，我也是走马这样讲。回到之前就说，哦，天哪，英文好难，好累哦。算了，如果以前我有学日文就好了。什么？如果你是日本人就好了。哦，真的耶，好耶。哎，不是，年轻一点学的话就好了。现在。你知道，就是已经没有像是以前的记忆力了，有点难过。哎、欸，可是你们不觉得？sorry， 我不哪题不开哪题，我就觉得二十五岁过后就是差很多哎、欸，体力的部分。没有错，是我误会吗？哎、欸，可是我真的认真觉得差很多、欸，我也有感觉、欸，就是过二十五岁，然后突然觉得，哦，看我记忆力突然丧失、欸，哎，有差很多，差很多。而且我以前是能够熬夜三天三夜，我现在没办法。我觉得熬夜这一点就影响蛮大，但是体力的部分，我觉得就只是这几个人单纯都没有在运动而已啦。哎、欸，没有哎、欸，啊，现在熬夜我就要睡一天呢、欸，不行、欸，我还是有差哎、欸，我觉得。我觉得有哎、欸。多哦，我最近昨天在深思这件事情，我觉得好痛苦、哦。我想说，以前的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松被打败？现在的我好像躺着睡，超累、嗯。我回家看看。看他自己有没有？对，我也是过二十五岁之后突然感受到这件事情。嗯、我也是。没事，还好我还没有，还好我还没有。没事，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你还可以再等一下。真的，你再过不久，你就会觉得，哎、欸，奇怪，怎么好像怪怪的？嗯。而且以前就是你不觉得那种广告就很像在唬烂人吗？怎么二十五岁以后之后就怎样？我想啊，什么是唬烂人？是不是？搞不好哪天我二五的时候，然后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我是超胖的吗？二十五岁的反弹，二十五岁突然超胖。哭了。哎、欸，我自己，其实我以前也都觉得我不会胖，然后一直到大概大三的时候，大概23、24的时候，开始就胖起来了。之前从哪代谢变慢了啊？对啊，代谢啊。啊，突然说什么？我说你有印象先从哪边开始吗？从哪边开始变胖？还是你没印象？对啊，是想是肚子吧，应该是肚子啊，对啊，哦，我差点发呆，然后忘记你们在聊什么，说体重吧，我然后想屁话，屁话，我肚子变大，然后体重没有变吗？其他地方是要被吸收缩萎缩，是不是？不然呢？不然呢？
就只是发呆了一下，突然想说怎么好像没参与到话题，想回一下，你中吗？就是随便回哦。完蛋，出事了出事了，对啊，真的出事，出事了，真的出事了。所以那个谁，哈记。你村民都还没完全交易过，对不对？还没。那还好。没有，对啊，没有，因为想到这两只先让它变村民，啊，不，变那个农夫。变村民。村民又村民哦。先让它变农夫，然后互相喂，喂一喂，开始弄一堆小孩子出来。哎呀，那很快啊。对啊，或看你一个也可以啊。一个也可以，一个就可以了，一个就可以繁殖了。嗯，一个就可以自己繁殖的，没有就一个就可他自己去采，一自己丢啊。哦，啊，两个的话就是同时采啊，不是一个村民哦，哦，你是说一个村民怎么无性生殖哦？对啊，无性生殖啊，哦哦哦哦哦，我想一个农夫啦，放两个农夫比较快，因为他们会互丢。嗯，哦。然后你那边就很吵，嗯嗯，然后搞不好还会有调皮熊猫去你家放那个，就是去你家放那个叫什么避雷针，不是那真的是意外，哇，那大家都会哭哎，真的是意外，我没有想到会这样。他说我在打雷，我有一个避雷针插在上面，我解完任务了，下去去看怎么全部都。你是说EGG那一次啊？对啊，EGG那一次啊，全部被雷打到之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还有问小雨说：“哎，你解了吗？”你说你好像还没有。我说：“哦，那不然我先留着。”好，嗯，对。然后就忘了他了，啪！直接雷全部打下来，超好笑，这我好过分哦！呀，好好好好险，打的那个不是他生出来的那两只，不然真的会。哎，对，还好不是那两只那个村民，那是霍格华，不是爸爸妈妈，是小孩，小孩还好了，没关系啊，再生就有了。再生就有分类帽，分类帽。对啊，那是分那边是那个霍格华兹，然后开始帮忙分群，全部都是阿兹卡班，然后就被杀掉了。真的好危险，太危了，超好笑的。我聊天室怎么跑不出来？奇怪。嗯，你让他重载看看嘞，你按右键重新整理他看看，能不能帮你处理？你是用哪一个的？好像有些乖乖。Skinlab 啊 ，Skinlab 那个用它去。你说内建的吗？就是 Skinlab 的它的那一个有个功能的聊天室吗？对，聊天室。我是 Lab 的啊。重新读取看看。我记得繁星跟小野不是都是用 Skinlab 内建的吗？对啊，嗯，可是我，我记得你们俩都是用我那时候从 FB， 我现在是没有回 YT 后，就是里面就不会自动变有聊天室了，哈，那就没有内建聊天室了。哦，我之前是有，就是，哦，我现在还没回去，我明天就可以告诉你了。可是我没有用那个啦，你们说的是那个 Skinlab 他用专属的 OBS 吧？我是有没有 OBS 的 Studio？哦哦哦哦哦，那我就不太清楚啊。他其实他抓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他自己那个聊天室的网址可以给我一下吗？啊，好啊，让杰克帮你看看。你把金串流金要丢给他。串流金要丢给他？不对吧？危险危险！然后这已经不是让他看看了。然后加班就会变我了吗？对啊，请问今天是4月1号吗？搞错了吧，那个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情，好久了。嗯，交换都在交换开台，好久了。对啊，那个时候是还在中立的时候吧？对，那真的很久了，在 NONO 对不对？对对，那个时候是我好像开你的，你好像开谁？雨月吗？還是就你们三个啊？没有吧？不是、嗯，你们那时候已经不是在 NONO 了，因为我记得我剪过精华。对啊，你们已经离开了啦。
嗯，有，我记得有一次你们是，我记得在 YT 耶、欸，然后还是是在上一个那个、啊、YT， 然后还有伦杰克，就是周六四人组互看，对、啊，互换、啊。你们在看那个你画、哦、你画我猜的时候，我有剪到。然后你们不是对对对你画我猜的那阵子 YT 要不要指定还改名字吗？嗯，就全改这样。对啊，想起来了，阿基忘了，完蛋了。哦。我开杰克的，然后哈基开我的，然后杰克是，我记得还有个雨月啦，我记得还有个雨月，对、哦、对，四个人一起这样，好久了，我的天哪、啊，追求的那种，嗯，今年愚人节想要怎么玩呢？当然是不可以直接直播讲啊，对，但是这样可能要来想一下了，要想一下了，好。想好了，想到了是不是？好哦哦，月月没有啊，哦，我以为月月有跟诶、欸。好，愚人节再说。嗯，愚人节再说。愚人节礼拜几啊？看一下，好问题啊！就那天不用开台。愚人节礼拜五，四月一号礼拜五。哎呦，怎么了？没有啊，我会是礼拜五。我们应该在礼拜五，对啊，嗯，希望是礼拜几？而且我看王者这有好哎，礼拜一之类的啊，那就可以闹你们了、欸，蛮有趣的，对啊，棒棒，哎呦呀，哎呦呀，哎呦，哎呦呀，掉到三个绿宝石，哎呦，我一直到接下来这个什么愚人节以前都是四月一号才开始整哦，但是呢，近几年哈，你要那个整的都还都提前，有的都超提前，有的一个礼拜前，我想要查，一个礼拜前这样才整得到啊，那时候没有就猜不到就变成是。就变成是大家全部都当真，然后最后他们还说：“哦，这是愚人节影片。”对，到四月一号当天才说是假的，这样。对，那我可以今年一整年都来搞，然后搞到四月一号，然后现在搞的都是欧贝来的。对啊，你知道我就觉得很都是假的啦，你知道吗？这个放养的小孩，气化啦、啊就是！哎呦呀，这样不行，我觉得。我觉得不行啊！就整个三月底四月初，大家都觉得大家都会骗人。嗯，哎、欸，对，现在已经变这样了。越长了，现在已经变成三月底就是爆炸了这样。啊，可是我觉得如果整完可以，对啊，整完要当下讲吧，不然，啊，现在很多都不是哎、欸，现在全部都是你拍了一个影片，然后后来再拍一个解释影片，现在都是这样。对对对，而且中间都会隔蛮久的。是要干嘛炒一波炎上是不是？没错，炒一波热度，很多都这样。赚一波流量这样，嗯，好吧。如果今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再针对他们，不好意思。这只是讨论现象，先讨论讨论此好，理性讨论，理性讨论，对，哎，尊重、包容、友善啊，好恐怖哦！哇，现在这群都不能这样开玩笑了呢，好恐怖哦！好恐怖、哦！哎，不是啊，我们这群没关系、啊，诅到别人不太好说啊。对对对对。我害怕、啊。既然月月不在，就来偷烧他的农田好了。No， 你说烧还是偷烧他的农田？偷烧他的农田，太过分了吧！偷烧他的农田太过分了吧！哇，你这个比在上面跳的海豚还要过分哎、欸！我跟你要讲了，哈哈，愚人节啦！哈哈，是愚人节啊！烧了吧，愚人节啦！像那个时候啊，就第一，因为就是这几年才开始有这个风气嘛。然后那个时候第一届的第一年的时候，我看到一大堆，然后我想说，不是哎、欸，真的假的？他们这样了啊？不是哎、欸，另外一个人要开什么啊？真的假的？对啊，我很相信。然后结果最后就发现，好、哦，被骗，好、哦、都是骗人的，哦，爆米花都买好了。对我那时候都已经爆米花买好，要看好是真的啊，那时候我们就在看啊。我以为有瓜可以吃的，结果都是骗人的，太难过了。瓜不是瓜，然后这好像隔年还继续，我在想说应该是假的。对，对啊，那时候隔年还在那边继续，我想說啊，假的啦，假的啦，信的啦，算了算了，受伤了啦，不相信的啦。
对啊。啊，可是我觉得这样渐渐的，观众的胃口就不小心被越喂越大了，很恐怖。有，一定啊。没有胡萝卜了。我们好喂、我们有了吧？没有吧？胡萝卜是没有。有啦。胡萝卜没什么用。有啦。哦，有人有了啊！哦，手柄可以用了，手柄可以繁殖啊。对啊。比较不挤那个位置哦。他的那个。啊，你可以给哈基啊，让他拿去。那个你那些两个农夫让他们种胡萝卜，哦好，不然其他都会塞他们包包。就想如果塞到他们包包满了，那有办法把它没弄出来吗？没办法，所以才要种红萝卜，因为红萝卜不会有他们吃不掉的东西。对，会囤。因为你种马铃薯会有毒马铃薯啊，种小麦他们会被种子塞满，种子比较麻烦啊。对啊，所以种胡萝卜是最好的。哦，他们刚刚有人说一个，我觉得好扯哦。嗯，他说现在就已经看到有人在说什么那个《游戏人生》第二季动画要做出来，早就有了啊，不是说那还这还是那个啊，瑞克摇。对啊，我太快了吧？现在几月？哎，每年都在骗，太受伤了。对，好想看哦，好想看哦，是真的很想看啦，但是。对啊。哎，可是四月真的超多，就是续作的。什么？四月有哪些？超多哎！四月好像有大概七八部都是续作啊，是吗？我不知道有哪一些啊。你说。没有，四月有一部我很期待的那个间谍游戏吗？哦，我也是，那部好可爱哦。间谍家庭，我有看。对，那部蛮有趣的，设定很赞。对，他的设定还蛮好笑的。怎么类的、啊？爸爸，他算是搞笑哦，搞笑那我可以，应该是纯搞笑，日常搞笑加一点主线，但是。对对对，但是真的不得不说，他漫画画的动作有够好的，他漫画的动作画的有够像战斗番的，救命！我觉得 他就是他爸爸，他对对，他设定还蛮有趣的。他爸爸是一个间谍，然后妈妈是杀手嘛，对不对？对，妈妈是杀手。然后他女儿是超能力者，他可以。就是阅读心，他可以读心，对，但是他们三个基本上除了女儿可以读心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跟能力这样子，他们只是一个临时凑出来的家庭。对，那是爸爸为了要完成任务，所以要找一对妻女来就是掩瞒身份，太酷了，好棒哦，对，酷哦，对。然后就是表面上两个大人在那边互相弄有没的，然后结果那个最清楚的是小女儿，因为她读心术，因为她读心，她在旁边用读心的能力，然后在旁边吃瓜，没错，那设定很有趣，对，哦、oh! ，怎么了？我在打 boss， 然后爸爸过来刚好他在水泡。哦、oh, ，真的要呕哎！好好痛，无力怕无情，无情开水。你知道，刚刚听到阿汪在介绍他那个剧情的时候，我心里第一个想到，哈，超人特工队吗？我在想啊，我是超人特工队。组成家庭的方式是蛮像的啦可是超人特工队他们是互相彼此知道啦对他们没有勾心斗角啦对耶超人特工队是不是有第二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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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就出了那时候还是木子那时候还是说什么动画里面最久的当时啦在动画里面是算最久的那电影、有那个好像拿到记录吧金世界纪录、你说隔最久出第二季不 是动那个长度电影长度哦好像他很他很他快两他两好像两个小时欸哇、看完就完那时候看好久看得很过瘾我想要去然后来看一下你们好像没有迪士尼家有啊哎呦哦对啊 Disney 直接看就对啊太多了还有铁达尼号欸太多了对啊好多你们那天看到铁达尼号我说啊，好怀念哦！点开看好
吓我一跳！我刚刚一瞬间是，啊，铁达应该要出去做。哇哦！啊，船都已经沉了，要出什么去做？平行时空下的铁达尼号，哎、欸嗯，假设铁达尼号没集成的话，哎呦，那好像没什么好验的。铁达要没沉，不就可能恋爱故事？没有啊，就电影长度15分钟没了。不是平安到港，哎，顺、欸、利的旅游，然后呢，男女主角放闪翻到爆、啊欸，然后最后呢，安全到完成旅程，然后他们下船了这样。啊，这样连起承转合都没有哎、欸，没有、啊，他就只有起啊，没有东西可以转的、啊。对，没有可以转。有啊，可以，搞不好可以演一下，就发现那个 男主角在船上偷吃，然后被女主角发现之类的。太哦、oh, ，OK， 直接变韩剧。这样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身份差距太大，然后直接变成罗密欧朱丽叶。然后可能突然得了癌症。啊不！哦，你以为他们会一直甜甜蜜蜜走下去吗？没有，他们被生活的那个磨平了棱角。然后男主角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了之后，然后不小心在礁岩上滑倒失去记忆。哦、oh, oh, ，然后就然后女主角很难过，追出去淋雨，然后就回来被不小心被车撞。哦、oh, ，然后之后女主角的那个家人是某个财团的人嘛，然后呢就过来，然后呢就一来就直接赏了那个失业男主角一巴掌嘛，对不对？也是编剧吗？重点是互相看到对方，我虽然不记得你是谁，可是你好像很熟悉的样子。哈哈哈哈哈！这很熟悉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配一个 slogan 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好烦！是钻石广告吗？请问一下。这样好像也可以蛮多可以演的、啊，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啊。好会哦，大家做得很好，大家做得好，大家做得不错。要杀青了吗？杀团董要杀青了吗？杀啊杀啊，哪次不杀？有的杀，他的实属。他也慢慢杀。杀了啦，杀了。哎、欸，可是最近真的很多连续剧都越来越难看呢。我觉得为什么我只难看是没有，我只难看是他们就是为了有一些好像就是前面还不错，然后为了要让后面继续大卖，然后就会就是塞一些很水的剧情的。火影忍者拉长那个集数，然后就哦，我没看，我不知道。我火影忍者没有，就很多真的是商业考量啊，很多真的是动画追上漫画。对啊，然后就前面，就前面还不错，然后就开始中后段就有点后继乏力这样。对啊，火影就是看不下去啊，就中间那个编的不知道什么都要勾，真的是看下去真的是超痛苦的。那个剑才差11集，真的还差不完，我气死。真的是气，那我没有看动画，什么剑差十一集哪边呢？然后记录那个啊，没有看大蛇丸，就是。剑插在第三代、哦、中人考试的时候啦，哦中人考试，他在那边一集那个手在发来发去，这个这个好像蛮有名的，去抽一下抽一下，不是大蛇丸还笑了2集吗？对啊，有时候还笑一下，然后就没了，那一集就这样，他们的戏份就只有这样而已，好神、哦。还是继续讲其他故事，再回来说我还插着哦。再去讲其他故事，对啊，对啊，到底。我等一下，不行，每次讲到这个都很急，都要想再讲一次。尽管我们讲了很多次，好气、哦，好气，真的好气。哎，还好你没有看那个《博人传》。哦，没看《博人传》，《博人传》已经烂掉了。不，漫画还好，是动画。哦，漫画是很烂啊，因为鸣人佐助都变得超烂的，有够烂的。可是他的不是就是有点这样吗？新的主角群，然后前面就是大家描述很强，然后瞬间变智障一样。对啊，就是他衬托新世代的厉害啊什么的。对啊，然后把武力值突然就归零了。对，然后就把鸣人强度已经堆到顶点了。对啊。哎。不是那个吗？我的人道就是不看博人传吗？
超过分的。那比如说知道衬托新的主角嘛，但是你看现实老师不都说什么哇你们这一届不如上一届什么的，一代不如一代，一届不如一届，你是我带过最嫩的一代。哎对，每一届都这样讲。确实确实，反新闻在干嘛？苦力趴是不是？可以算是的。哎、欸，他们有人说珍珠美人鱼出新一季耶、欸嗯！你现在才知道、哦？有啊，我现在知道。你现在知道吗？这在他们小孩的故事、啊，这在你加班前就有的事情耶、欸。对啊，很久以前了。不是啊，我们也没在看啊。可是好像很烂耶、欸，完全没兴趣。哦、很烂哦。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故事，又写一次。他出小孩，所以是露雅跟谁啊？海斗啊。露雅跟海斗的小孩。啊、这两个真的生小孩、啊。对啊。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吧。没有错啦。对啊。不然你希望他会跟谁生？米儿吗？不要啦。先不要吧，那他就不会是珍珠美人鱼二代的故事了。对啊。珍珠美人鱼的存在。米儿不是一个仆人吧？米儿是那个小孩。米儿是那个正常人吗？我忘记了，米尔是怎样？他算是正常人吗？不是，我是指他的身份是人类吗？啊，他是啊，他是人类吧？是啊，米凯尔才不是啊！珍珠美人，对啊对啊，那就是没有那个珍珠美人鱼的成分了啊，对吧？已经没有美人鱼的存在了哎、欸，对，他只是变美人了，珍珠美人啊，珍珠美人，珍珠美人，还是珍珠人而已了，珍珠人，珍珠人，珍珠人，是什么？请问他跟蜘蛛人一样，蜘蛛人喷湿他丢珍珠是不是？贵啊，一个珍珠吧，我就很强，对啊，哎呦，喂，他珍珠队的哎、欸。珍珠队的是不是？对啊，那已经不怕人，那已经超不怕人。我就想说，露雅会不会是跟凯特之类的、啊？凯特是谁？是是凯什么的，忘记了。米凯尔、啊，猎人的那一个吗？米凯尔，那凯特也是里面的角色啊。凯特是哪一个啊？凯特是那个米凯尔前面的坏蛋啊。那个谁，海斗他哥啊，不是吗？哦，对啦，我其实是讲那个啊，对，哥他哥，白色头发那个。对啊对啊对啊、哦，对吧？长头发那个叫凯特不是吗？不是吧？是吧？不是吧？是吧？没事，这都不重要，很重要，不重要，反正他们不是。我只请问我一查珍珠美人鱼，然后出现的就是凯特插海斗怎么办？完了，没有，他插是 X。哦，对对对，是 X。哦。哇，算一下到了，完了，有人不开台在看了，有人不开台在看东西了。开心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欸，对啊，凯特是海斗他哥啊，就是把那个沙罗骗走那个、啊。哦，沙罗。哈。对啊，对啊，对啊。好耳熟，沙罗是谁？金罗的姐姐。沙罗是其中一只珍珠。那个橙色的美人鱼。对，他是橙色的，然后他的歌就是像在念经，念经。他那首歌很难唱哎，很累，就是很难唱的那首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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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超难的那个。然后我记得有收集了所有语言的版本，这里面有几个我听到我直接爆笑。我也是啊，你其他国家的语言超多超好笑，超多都很奇妙，你知道吗？然后抓回来听台湾的好多了。就是、欸、可能是我们比较习惯啦。嗯，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哎，我完全没有看，完全没办法参与话题。对，好卡、啊，没有可以看啊。都看那个什么魔法咪路咪路那个。嗯，我魔法咪路咪路也很久哎、欸，超久，应该也完结了吧？完结啦、啊，完结了。嗯嗯，他最后就蹦个什么黄金屁拳。哇，你有看完呢、欸？有，我要看完。那你喜欢哪个屁拳？我看，他也就这几个而已吧。就我是蛮喜欢看分身屁拳的。我喜欢里面那个什么黑鲁莫大坏蛋啊啊，那个、啊、
就是五个恶鲁莫团啦，白痴哦、喔！黑鲁莫团，我想黑鲁莫是谁？黑鲁莫是什么？黑色的、啊，什么团？是恶鲁莫团呢、欸？恶鲁莫团呢、欸？反派的 BGM 都很好听哎、欸，弹那个三味线。对啊，我只记得那个里面那个男主角节目社很炸，哪一个？节目社，节目社炸。不会啊，可是我觉得以前的就是里面那种男主角，就是每个都是中央空调啊，没办法。对啊，对啊，对对，都是空调。哦哦哦，楼后楼后下雨下雨。男主角又被 RTC， 完蛋了。所以今天大家是很容易啊那个嘛，就是 DC 爆炸这样。我、哦、没有，我刚爆是耳机爆了、啊，嗯，不是、哦、不是 DC 的问题。对，哦、没事没事。又跑去偷看凯尔的故事。那你们看猎人吗？没有，猎人还没下船。抱歉，不是，不要，不要，不要提动画。等我死一下。不要提，不要那个。哎，好好好。因为猎人永远只有在贪婪知道而已。不，只有是好贪婪知道那个排球打完，然后去找蚁王这样子没了。对啊。蚁王超好看欸，可是蚁王后面好看，蚁王片是真的还蛮好看的，很好看。可是后面就变得都是文字，都旁白在讲话。我超推蚁王片、哎、啊，我还是喜欢贪婪指导片。那你我也喜欢贪婪指导。蚁王的那个，他不是跟君蚁吗？是小麦吗？就是君、哦、小麦那个有实体化欸，对啊，人家都说、哦、都实体化了啊，我怎么还没下船？而且他准备要讲那个库拉皮卡故事，然后就拖超久的，下不了，就下不了船了。那库拉皮卡就一直在船上，嗯，他画不了了。那已经，我觉得他就是已经老早就不想画了。我觉得他是被逼的，没有，就是不是有人说缺钱，缺钱才回来啊。嗯，出来画个一集，然后再走掉。是啊，他那种姿势在玩游戏，一定会腰痛啊。要体谅他，好像打太久了，总是腰痛的吧？对啊。那个太……因为明明没怎样，后面坑越开越大，挖不完了。啊！突然加十几个王子的故事，怎么可能填得完坑？对啊，其实蛮烧脑的，团团应该可以看。不是啊。嗯，你把它当小说看就好了。对对对对对，他是他已经是小说的等级了，他已经是小说了，字数太多了，你知道他那个上传之后就完全是小说了。对，对啊，十二页的漫画，有那个八页全都是文字。对啊，全部都是，然后有对话框的字，有对有图片的那个图嘛，然后但是有一半的图都是那个文字泡泡。哇、wow ，对对对，而且文字超多，都那种超满的那一种，完全没在开玩笑的那种。我对那个漫画没啥爱、欸，对啊，它是小说了啊，看动画就好了。它不是也有分新跟旧吗？对啊，哦，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差不多到找到他爸了就才该结束了。嗯，凭他目标就是要找到他爸嘛，感觉后面就有点那个。可是会蛮想知道库拉皮卡他们的故事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被灭村、啊？可是我觉得就感觉就可以写个番外故事写一写、啊，然后就好了、哦，就不用一直就是硬要跑整个主线这样。嗯可惜了。因为你老实讲，库拉皮卡的故事啊，其实也很单纯啊，就是一群恶人要收藏，就是一群富有的人想要收藏，就是珍贵的收藏品这样。嗯，就是他的主旨剧情就是这样。哇，你眼睛！哇，他把揪揪哎，好恐怖哦！没错、啊。你为什么不做铲子啊？我放在家，我懒得拿。啊，你家就在隔壁耶，走个六步就到了哎。你可以去骷髅那边，那边有超多铲子。是不是？他就在他家门口旁边。哦哦你要监督我回家拿。没有，我刚啊、哦，我监督。哇哦，嗯，大家就希望让他下船，可是下不了了，他就是永远在船上嘛、啊。这个就是他现在的故事啊，永远下不了船。嗯，这样对，别想下来了。
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笑啊，他上传的时候鬼灭刚开始，鬼灭都已经结束了，他还在传上。鬼灭真的是完结嘞，动画完全完结。对啊，都完结了，跟当时暗杀教室一样啊，一模一样。蛮好笑的，到底是要在船上多久？啊，对啊，最近有出那个啊，咒术电影版可以去看，好看，好看，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咒术好看。就是你知道最好笑的就是我跟哈记有买饮料，一罐，想说啊，进去边喝边看饮料好了。结果呢？边看饮料，边喝饮料，边看饮料。成分表是不是饮料好看吗？饮料变好看吗？有很多细节吗？还蛮多细节的啦，哎。啊，结果我就不晓，我跟哈记同时就是看完之后发现，我们饮料没有打开过。哦，那请问下油条帅吗？下油条吗？我觉得下油条的招式蛮帅的啦，可惜，对，对，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可以去看，可以去看看啊！哎呦 ，Nice play，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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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那个水有点恶意啊！哦，那也没长大，快掉！就刚刚会中水哦，撒那个啊，牡丹，灌木丛，再五次。咬咬洗啊！我跟你说，我刚刚讲错话那个啊，假设如果我有工伤，我这个时候就会说。哎，我跟你讲很好看哦，因为这我买的饮料是叉叉叉叉叉，然后直接拿，好完美哦，怎么办？这个记忆点太完美了，好可惜，无情自入，对，可惜我没有，哎，真的是可惜没有，哎呀，我那天在跟观众聊说，我就是换新的麦克风。然后我就说哇，我身边大概也有三个人都换了这支麦克风，然后就说好像厂商可以给我钱哦。所以是不是阿旺跟巧克力都换？没有，哎，那有谁啊？我是本来就有，我是另外一支啊。乔也换了啊，跟你换一样的是阿旺跟巧克力是吧？阿旺跟巧克力不是，巧克力不是，还有杰克，杰克的哦，杰克，杰可是我是比小雨之前换，对，杰克，可是是在讲同一支这样。可是杰克我觉得有换的。就说有好一点，但是没有像小雨你这个差那么多，差很多哦，因为他的是直接插电脑，他没有加音效卡，我没有加音效卡，嗯，我也是，我听阿旺的声音就明显有差，不是，我觉得因为不行，我比较是1000跟8000个不一样，啊，金钱的力量，对。嗯啊，阿旺那时候换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你那个麦坏掉了，就是它怪怪的，而且其实他已经用8年，他也该换了啦。哦，对啊，我就帮他算，他一天只要0.03块了。你好强哦，可以用8年的麦克风都还不换，都才怪怪的而已。哪像短团？对啊，我现在这个2年多，我都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快了，快了。是被你吼爆的吗？还是吼爆？算了，那是什么爆音怪吗？液体跟雪球真的是吼的，就是可能讲话可能不知道怎样，所以他就已经真的后面都怪怪的。那请问以前的你是孤妞妞吗？你进化了吗？就跟你说是爆音怪呗。我的天哪！哎呦，我也觉得夸张极了，太无情了啊！终于，一直吸，一直吸，送我一层吧。嗯。哦，啊，不用了，我不用了。变了，变了，走远一点。咒术其实我觉得他花的经费真的是不少在上面。
很嗨、欸，差不多看的时候真的很嗨，对，很嗨。基本上没什么人场啊，就是看到，因为你知道，其实我睡觉时间大概都在早上，嗯，但我们去看那个早场的时候，刚好真的就在早上，我想说我会看那个睡着，都有买饮料什么的，想说在那看一看看，结果看一看看完了，就没有睡着，没人场，很棒，那很不错，对吧？不过我有看到中间有一小段，就是稍微在叙事的时候，哈基好像就有点快睡着了，一点点。有一点点，因为我盯住哭了一下，对，我有看到你在盯。哈哈哈哈哈！他们打起来，打起来了。好笑。哎呦喂！我就不说了，之前那个什么，看那个什么动画，某个什么蜘蛛的什么的，那个哦，记。我们每次只要讲到那个，都会就会想到对比啊，你看那个蜘蛛，哎。那个蜘蛛的线还不错啊，人的线真的是不知道在抓腿。可是人的线你就把它当搞笑番看就好了。不是，我是真的笑到不行。小雨，你有看到那个人坠落的人类片的人坠落的时候是幻灯片吗？有啊有啊，我有看到啊。然后还有那个打架的时候，就是点看自己在那边，就是奇怪的抖动之类的。对对对对呀、啊！然后一把这个 PNG 的往右拉过去，就这样子。不是干嘛哎、欸、哦，没有，就很好笑。啊，就前面的笔觉得经费就没有，就是我也是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不只单独先写好就是蜘蛛就好了。我觉得人类篇真的是没有必要前面硬要带硬塞，对啊。可是我大家可以理解啊，他就是想要混乱大家的时间线的感觉。 嗯，对啊。所以你有把它看完哦？我有看一点小说的内容，所以其实我在看动画之前就大概有知道那个剧情是怎样，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说到底为什么要先写人类线这件事情，就没必要。哦，没有，我说你动画我看完了，就是哦，我没有看到完了，就是看到那个 PTT 打架，然后很好笑，然后就没看。我就嘲笑了一下 PTT 打架。我觉得网路上应该也是骂爆啊，那个弹幕我也觉得就骂爆啊，真的太烂了，就是学生作品都屌打，哎、欸，真的是真的是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开玩笑好吧？他说这是大学专题吗？专题都比他别人好，专题都比他好，真的就是那个幻灯片那一段，其他的可能还不好说，但幻灯片那个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哎，反正就很好笑。啊，你们还会推这部给别人看吗？不会啊，就是蜘蛛吗？ No， 没有，你可以看蜘蛛先，啊，看到人类就跳掉再去看蜘蛛。好，你如果是看那个八动画风，他们会很就是很贴心的告诉你，再来是人类线哦，啊，你就可以去看下一集。哦，你说弹幕吗？对对对，弹幕会告诉你，再来人类线哦，啊，你看到这里你就可以去看下一集，完全不影响观感。啊，他是交叉播吗？为什么是说看下一集？没有，因为他就是可能蜘蛛线跑完之后，就前半集跑蜘蛛线，然后后半集跑人类线。哦，对啊，所以啊，反正你就啊看完前面啊，也可以不用看后面这样。嗯。啊，对，或者是你可以看去直接看漫画，漫画也不错。对，漫画的蜘蛛线推吗？啊，不，就整个全部。漫画，我记得漫画前面就都是在讲蜘蛛。对啊。哦。对。哦，这么酷，有看完吗？欸，没有，没看。没有吧？漫画也没出完，完全没看过。漫画还没结束啊。对。对啊。哎，欸，他们有人读设计，就是相关，然后就是说他们老师直接拿那一，就是我们刚刚讲蜘蛛那个的那一段的比例的那个来当例子说，这个是不好示范。没有，因为真的很差，很烂哎，欸！我觉得拿来老师拿来教课，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笑。我觉得蛮好的，现有的素材。好的。对啊，而且也是大家容易有共鸣的东西。没错，我记得之前有听到有人说，就是他在就是有上就是相关绘画课程，然后就是说就是那个他们老师都直接拿那个，因为他们老师很迷五条悟，他直接拿五条悟拿来说，哦，你看他很棒，很赞，大家赶快去看，他直接老师在现场推一个教老师，现场传教，对，叫学生去看咒术，我觉得没有笑，我觉得还好，他是现场推坑，他不是现场就直接播起来，哦，他有，
播一点点，播一点点，对，播一点点说，你看他那个上色的方式啊，怎么怎么讲一堆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笑。那也不错啊，他有认真在分析耶。对啊，是有啊，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笑。哇，老师是真心有爱，有爱的，有爱的。嗯，这我好像有听过，好像就是某个朋友，好像是讲说他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把五条悟的那个跟那个火山头两个在打架片段拿出来，直接拿出来用啊。对。哦，可是做得很棒啊，是可以，那段是真的做得不错，真心好棒哦，身为这个时代的学生真的耶，好棒哦，当教材有没有，对啊，差很多。哦，他们说蜘蛛的小说乱是作者故意的，但是他们至少他的小说标题会显示这样。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有弄好。他本来就是小说，就是穿插的，没错了。嗯嗯。可是，就是你穿插跟乱插是两回事吧？就是弄不好就怪怪的。妈妈说，这人类线是那时候是外包的、啊，然后就做的很嘿，对。好想知道这个外包是哪一家，名字叫什么？以后看到只要是他做的都跳过，对，直接黑板。但是以后，但是我只知道以后看到 MAPPA 哦啊，好好好好，可以期待，可以期待。哦 ，MAPPA 本来就是业界大佬。对啊，对啊，对啊，可期待可期待。快乐树，快乐树，我其实没有认真去看到底是什么。那个不是很？你说什么 Happy Tree Friends 吗？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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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很血腥吗？啊，就是。对啊，血腥动画。可是他们是国小老师放的、欸。啊啊，那他可能是放一般片段吧，就是没有那个。哦。我想他恐怖的，真的假的？那种 Happy Tree Friends 就是他们平常就是一群可爱的那个，啊、就是一群就是一般的动物小朋友们，然后就是会有很凄惨的死法这样。对哦。就可能咬着玻璃。玻璃灯球啊，然后摇摇，然后就是嘴巴抖，哎，好了，然后擦开，然后就全部都血掉，超猎奇的，那个是超猎奇，它是猎奇血腥动画，对，哦不，它是十八禁的，它跟那个南方四剑客差不多等级，哦，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一样，哎，不一样，不一样。那个 Treference 就是番茄酱，就是全部都是番茄酱。可是我以前看那个是睡不着的、欸，哎，就是我看的我很害怕。那个快乐树，对啊，对啊，对啊。南方时间课就是这、哦、就是嘲讽死、啊。那个很好笑哎、欸。哇，就跟辛普森家庭不是一样，一模一样吗？嘲讽时事。哎呦哎，两个去比，我比较喜欢辛普森，比较不会那种就是动不动就干来干去。嗯啊。嗯哦，是吗？金古森的嘲讽方式会用，他会用那个比较诙谐的诙谐包装这样子。对对对对。啊，另外一个就是直接怼，嗯，对，就是。然后辛普森的那个中配，我真的觉得也很厉害，哎、欸，很强哎、欸，超跟时事哎，超级时事梗。很大，他那种办法哎、欸，超猛的，谐音梗大师哎、欸，嗯，对吧、啊？我记得不是黑羽也有上去吗？好像有，我记得有，因为那个勒索病毒还是什么的，强哎、欸！我记得有被写进去他那个辛普森的那个中配的台词里面，我觉得超好笑。啊，为什么你们很多的国小同学、欸，国小的老师都怪怪的、啊？怪怪的，怎么怪怪的？对啊，就是他们有人国小的时候还放，就是放你知道，就是明明是应该是不能放的东西，就是十八加的东西什么？我说哈，他不是国小吗？为什么？什么类型的十八加？就是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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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这么不会吧？嗯，不会吧？也太怪了吧？我也觉得太。就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啊？我的天哪、啊，恐怖、哦！我知道，就可能我国小国中有播的，就像什么监狱兔那种。哦，监狱兔还好吧？就好笑的，监狱兔还好，就还好。对啊，毛钱啊，好贵哦。
好贵啊，一次32。啊，没钱了。嗯，我只希望有个匿名牌而已。想去钓鱼了。他在钓啊，我已经在钓鱼，钓很久了，已经在钓了。对，你要匿名牌吗？钻、啊、石在前面，谁要 TP？ 我 TP 你啊！快点，快点！难道按我们七三分哦？我七你三，他不是也才一好不好？只有是裸钻，我是不知道几颗啦。5000都附魔附好烂，附个30等有个耐久，然后附个帽子好了，只有耐久3，附哦，帅哦，一颗吧，我猜。你说那个你挖只有耐久3吗？我那时候就是在什么王国或街庙，就直接附。他说巧克力就说啊，你怎么这么浪费等级？我说啊，我就想赌赌看啊。结果只有耐久3，真的好烂。就等下去射只有耐久3，我也没办法，认了。因为有时候赌，如果赌得好的话，可以超多好属性，对啊，两三排赌啊，谁不爱？赌的，大家都爱赌啊，赌啊，赌啊，哇，这么……哎、欸，所以幸运三谁那里有？我这边有，我是铁镐啦，我也是铁镐的，我有了，你干嘛那么心虚？我有了，我以为是你们要挖掉、欸，没有，我只是来分赃啊。分赃，我在那边等好久，没有人要挖的意思，我在分赃说。阿旺不是有吗？就阿旺挖。23，他不用给我啦，不用给我，阿旺不用给我。一颗。那我们5分，一颗，说一颗，差屁呀！因为我刚刚在旁边找到两个母矿。哦哇，哇，好狠哦！小彤，我跟你那个73分啊。没有，我走了，不好意思，先走喽。你要想错，传过来之后，就是那个运气扩散，到这附近才会出现的钻石矿。真的是你的运气吗？对，真的吗？真的吗？蝴蝶效应，你知道我传过来，它才会有这个钻石。你和最近蝴蝶很敏感哦。最近真的蛮敏感的哦。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冷素、哦、第三次世界、哦、没有、哦、第三次冷界大战，冷界大战啊，蝴蝶效应啊，危险的，对啊，好，懂了懂了。我个人，嗯，我忘记现在他既设定挖矿有机会会升钻石，对啊，对，只是那个还没修好，是那个什么丝绸之处吗？丝绸的话，不要这样洗就好了。不会啦，我没有丝绸，我没有丝绸，我有，我也没有丝绸，我也没有。没错，是我们都是乖宝宝。哎、欸，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嗯，现在的那个锻造台的那个附魔可以继承过去，那还没好，对不对？还没哦，合成多，没有，对，还没，先留着，会开放。对，好喂，等赛季差不多吗？赛季，会通行证是不是？那所以有通那个什么，就是能够拿到比较多奖励的通行证可以买。有两倍钻石的通行证吗？对啊，两倍钻石通行证，我规划一下啦，那个可能买个机票之类的，还有抽奖礼包吧。对啊，哦，哎、欸，阿旺。哎，你这边是铁矿脉耶，好棒哦！是哦，多挖一些，多挖一些，然后都统统挖走。那没事，我要去，多挖，我要看看，你就铁，你就铁，然后挖出金，按金再挖出钻石，哎，赚两次。哦，赚，赚烂，赚烂啊！你就慢慢挖，你就慢慢的挖那个铁哈，我先去挖旁边的黄金了。哦，直接 level up。哎，难过。那杰克不是缺铁？嗯，我刚刚有跟那个发发拿了。会不会只有女生会缺铁？没有吧？哦，这个部分男生也会，男生也会啦。比较没那么缺，比较没那么多而已啦。那杰克究竟是？我就刚好缺了嘛。哦，只你是啊，没有。就流血流比较多，是不是？对，我的天哪、啊！请说，咋了咋了？没有啦，我是在赞叹杰克说的话。怎么流血我也不知道啦。
我已经学乖乖了，学乖乖，学乖乖，乖乖乖乖乖乖。那你有把乖乖吃掉吗？我没有把乖乖吃掉，但是我也学乖，就是我挖完才准备要说，我刚刚会惊叹是因为我找到紫荆豆了。哦，那边有一个哦，已经被、欸、你那个是没有没挖过的，没挖过的。哦，哎、欸，可是因为我刚刚在前面有找到另外一个，哦，是哦，哼。嗯、啊，你有去挖吗？你学坏了，这不是学乖，这是学坏。顽皮熊猫，嗯，那是顽皮熊。上一次太痛了，不会啦。你讲到顽皮熊猫，我只会想到那天他在那个你画我猜，他直接变索隆。哦，白痴，没有啦，那就他一整天就说，因为我用逻辑滑鼠，整一直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画那么好吗？是因为有逻辑的滑鼠。然后他就无情工伤哎、哦哦，对，无情工伤，超无情。哎，你好多矿哦。对啊，阿王这边很棒。挖挖，都挖，都挖，挖挖，都挖，超棒，真的，都挖，都挖，棒棒棒。阿王这边好棒。你刚刚是挖我脚下黄金还是什么吗？没有啊。没有吗？真的吗？真的你在笑哦，你在笑哦，我没有笑得很开心哦，笑口常开，笑口常开，笑口常开，笑嗨嗨，真的是嗨嗨。我说啊，愚人节快到了啊，对啊，愚人节快到了啊，愚人节快到了，对啦，我刚刚有挖你啦，刚刚说没有是愚人节的笑话啦，哈哈，好好笑哦，自己想的蛮有趣，自己想的吗？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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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你解你今天嗯是谁我的发火了刚不是说我聊天坏掉吗嗯现在突然爆出来是不是突然好了对我就什么都没懂突然好了对不对他会爆冲冲一个超快对遥控器啊撕坏了蹦我就想说你的那个网址是正常的、啊、他有正常在跑啊对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打开的网页 OK 啊可是拉进来里面没东西不知道乖乖所以你有买那个了吗时军 Lab 的那个东东了吗会员哦 Stream OBS 他有提供就是直接他的 OBS 可以双开哦没买啊那个一个月那时候看多少、啊、不要买那个那个很烂不用你说600不要买那个给我们做好插件了，给我们钱，想要教不是再教你就好。没有没有没有，重点是因为他的伺服器在国外，所以超卡，不要用。哦，所以你之前有用过是不是？对，我以前他有一个什么，就是好像是免费还是多少的那个，有一个试用，然后对耶，然后完全开不起来，就是延迟炸到不行的那种。啊，好恐怖、哦！就跟那个啊 ，Restream 很常会偶尔突然爆开，就是、对，会偶尔会突然爆开一样，因为它就是线路在国外，所以就是我们用起来会直接炸掉。好险，哈记，你那个时候你原本是说你想要试试看看，好险你没试。还好你有讲，是不是？我们已经有人试过了，说了就有，对，说了就有，已经有白老鼠了。我觉得杰克那个的插件蛮不错用的。我用了之后，哦啊、我现在也是，真的很稳。你在敷衍？你在敷衍？哇，你是不是在敷衍？女神都这样讲了，你受到女神的谴责了。说谎的味道。敷衍。天谴来了，还要生气啦！听神明的话，不行，我觉得好好笑。刚你在敷衍，你在敷衍，很真诚呢、欸。对，真诚的感觉，好笑。啊，干嘛？你又在敷衍、哦？你说，你就说，你就说，又敷，你又在敷，又在敷啊！敷衍，敷衍，要被告了啦！这个梗应该有多少人知道呢？原本是什么、啊？广告啊！露杰吗？富杰，高富杰，富杰，富杰，好久的电视广告，超久的，超多人就不知道的，真的。富杰，
去厕所，等我。干嘛？没有，突然想到，突然想到哦，敷衍敷敷衍吗？我想我昨天发生一件让我觉得很生气又很好笑的事情。嗯，怎样？就是我昨天在叫外送，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有一家鲷鱼烧也看起来很酷哎，我想说那我要叫鲷鱼烧来吃。然后我就叫了之后，然后我下楼，因为不是通常都现在都是选那种无接触餐干嘛的吗？嗯，然后我就反正我是叫了两个套餐这样，所以它应该就是有一些炸物啊，然后加就是两杯饮料加两个鲷鱼烧这样。然后你知道我下楼之后看到那个餐点、嗯、超夸张的，我就下楼，然后我就问那个，就是只有一袋放在那边嘛，然后就走过去先看，我想说、嗯、这是我的吗？有两杯饮料，可是只有一小袋就是另外的东西，我想、嗯、这是我的吗？然后我还问一下那个，因为我们是楼下有管理室这样，我就问楼下警卫说，哎、欸，刚有其他那个外送员来吗？他说哦没有，就只有这一个。我说哦好，然后你知道我打开看，它里面是一个吃那种热压吐司，就是他连鲷鱼烧都不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热压吐司加上两杯奶茶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哈 ，What the fuck？ 这是我写的东西、啊。对，我就很困惑。然后通常不是叫外送，他还会有就是放那个单子啊，或者写楼层什么的。然后就完全都没有这样。那我就超困惑，我就想说，干 ，What the fuck？ 是这一代吗？然后我就想说啊，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两栋大楼，刚好在那个就是路的正对面，有时候会就是有的比较粗心的外送也会送错边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还是在对面吗？那我就走过去对面大楼。然后就说不好意思，我在想说是不是那个外送员有送错东西，稍微过来看一下。他就说啊没有耶，刚刚都没有外送员来耶。然后我就说、oh. What the fuck， 就是超夸张的耶。然后那个店家也完全就是没有通知我说，就是啊他们可能有东西少、啊、然后退款什么的完全没有。然后就是一个热压吐司加上两杯奶茶，不管啊我就送了、啊、对，我超傻眼的，然后我就超生气，然后我就这边就是坐在那个大厅，然后就在那边打字，就是想说找客服这样的。然后我们那个大厅的警卫说：“啊，那个是你的餐点吗？”我说：“他好像有送错。”他说：“没关系啊，你就跟他申诉啊，搞不好还可以吃一餐免费的。”好棒哦！对，然后反正我后来就是跑去就是那个在客服申诉，然后就是最后就是他直接退款给我这样说的，然后。那警卫就说啊，你注意好了。我说嗯，对。他说他应该是直接退款给你，对不对？我说嗯，对啊。他说啊，没关系啊，你看这样你就多赚了一餐，而且还是免费的。好乐天哦，乐天啊，太乐天了吧？然后他就说啊，只要那个不是你不喜欢吃的就没关系吧。我就说没关系啊，我不挑食。好啊，那就好了，没关系啦。就是那就好，你看吃一餐免费的，看赚烂。我觉得很好笑。我唯一很生气的是，因为那个餐点被取消，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留言在那个店家下。哦，好可惜哦。对，就是这么不诚实的店家，我竟然没有办法曝光他，我好生气哦。啊，你讲到不诚实这个店家，我啊，我这个啊，我好像私下有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但是我要再讲一次，很气。我有一次想说点，对。啊、oh. ！我点那个，唐扬那个吗？那个日式料理店，我想说好，我要来吃。然后呢，我就看到啊，天妇罗，日式料理店的天妇罗，炸天妇罗。我想说啊，然后他没有附照片这样。然后我就想，好、啊，在日式那种日式料理店的天妇罗，应该是那种蔬菜那种样子的吧，或是有炸虾什么之类、嗯。然后想它的价钱也蛮贵。然后结果呢，他送来的时候呢，我拿到的是台式天妇罗，而且还小小的一份。天妇罗是什么？天妇罗。甜不辣，它就只是个甜不辣这样而已。对，然后我记得那一份好像100多块吧，我超气，好贵哦，好贵，超级炸气，就是因为100多块，我就觉得说应该是就是虾子的那种才对吧？就这样，对对对，超气，嗯，差超多。然后唐扬鸡翅从唐什么？那唐老师叫什么？唐奇阳，唐奇阳，你的一份唐奇阳好了。我觉得超好笑的。那个蛮好笑的，还有一次是那个啊，也就唐扬，真的是唐扬鸡啊，就是我跟哈记点唐扬鸡，就来的是那种早餐店的炸鸡块啊，对吧、啊？哦，对，在早餐店炸鸡块超好笑的，这真的超级骗的、欸，就骗子，然后他的那个价钱也是，这就是外面一般卖唐扬鸡的钱，
气死！我说200多。哎、欸，不是你，你们要想，你们至少餐点多少来啊？我是完全没有、欸。我就鲷鱼烧直接来一个热压吐司、欸，哎，超级警察吗？这是超级诈骗，超级诈骗的。就是他用一个，就是价钱大概100多块，然后直接骗我200多块的钱。哦，直接退款，退掉。对啊，我只是觉得太夸张了。一片寂静。嗯，你这又是要我想话题了吗？对啦，是没有这样想啦。你是不是很想讲啊？你是不是很想讲？你是怀念？你是很想表现啊？嗯哼，最近在干嘛？最近在干嘛？你下午玩那个蛮有趣的。哦，他说给观众决定什么那个的，太快、哦、对啊。没有，我今天我不是常我不是有去你台说我那个，你四个小时才找到保。四个小时，对对对。然后其实你知道四个小时有一部分，因为我知道中介的那个堡垒的位置，但是我走不过去。嗯没路、哦、啊？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我就装了一个模组，然后可以借由就是观众，然后去选择事件啊，事件有可能会让你的画面转来转去啊，或者是说像是把你TP走啊，安架啦，好痛苦哦，我的天哪、啊欸！不是每次走到一半不行了，这个事件我要走回去了，有点痛苦。我在同一条路大概走了4到5次有吧。哦，我走了4个小时才到，所以观众喜欢看你在原地打气。没错，观众最嗜血了。对，没有错。这只也很嗜血。哦哦，这只也是很的。哎、欸，你去参加那个的事情有跟观众讲？哪个？你说拍广告还是哪个？不是 Unite 的那个哦、oh, ，Unite 通常没有，我都自己私下打而已。哦、oh,，Unite，、yeah. 我以为你有跟他们说。那个就是，我那时候这个可以讲给你们听，就是那时候我们去参加比赛，它是官方的世界锦标赛，二月份的世界锦标赛、嗯，然后算是第一次办了，然后很尴尬的点就是它的比赛的它有一个网址，但是要报到这样子。他报到时间就是时间到了，然后5分钟要必须要按那个按钮才算报到成功。如果没按，就是算是直接弃权。对、哦。然后我们就第一组遇到就是因为大家都对这个新系统不太熟悉，然后就第一组就是直接遇到是忘记就没按到那个按钮，然后直接弃权的。哇哦。然后第二组好，第二组遇到刚好是台湾队的，真是有认识这样。嗯，然后第二队他们很尴尬的是，他们里面有人，同时报了2队、啊哦，可以这样吗？傻眼，好像是我不知道，但是有回报这个问题，就看他们官方是怎么处理。然后就是他有没有5个人嘛？5打5的一个战斗，他们剩下那边剩下2个人，然后我想说，因为而且他们也有按报到了，然后我们就卡在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说，人报到了，但是。他们的组员全部不在，对对对。然后我们想说，对，5分钟就是大概就是，假如无法进行战斗的话，通常是要通报给管理员嘛。对啊，然后通报给管理员，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因为目前的战斗是在第一局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局是算轮空过了，轮空赢了，所以我们要等到第二局的开始时间才可以把他们 DQ。就是去弄掉这样，才能把他们弄掉，所以我们白白等了五十几分钟，傻眼，傻眼，就是那天非常尴尬。可是就前面空2轮嘛就赢了，然后后面就连输2轮就下去了，呵呵，就呵呵。这也是一个经验啊，大家都那个没参加过，感觉很有趣。对啊，对啊。不过那一次的亚洲区一共好像有100多吧，不过我们的最后成绩就是算64强这样子。嗯、然后，他是每一个他尤奈的那个是每一个月都办一次，然后会有积分制。他后面的话就是看谁积分最高，然后可以代替亚太地区去进行比赛。
哦，是整个亚太哦。他这一款其实也感觉上是蛮有新的啦，只是我觉得他其实后面的角色越来越有趣。只是他，我觉得谁在看新角色的秀？我觉得他就那个啦，宣传，对啊。我觉得可能这次 Twitch 的那个比赛可能可以往外推一波、欸、嗯，是可以啦。嗯，蛮多游戏都是因为直播平台办比赛就出去了。对啊，我觉得主要是中间台湾区从游戏出到中间的这一段空白太久了，对，那正式上市太久了。对啊，你要嘛就要你如果想要这样子打的话，要嘛就都一起嘛，干嘛要分隔那么久？奇怪。而且昨天不是有公布很多有关于宝可梦的东西，嗯，然后它其中一个就是尤奈出了一个很像阿福快打的东西，可是尤奈本来就很快的，他本来就很慢，他再更快，对啊，他原本节奏就够快了，快我还要更快，对。就是你可能打团的话，就是你被一个就是被空烂，然后结束。嗯，那哦，谁先守谁赢？对对对。嗯嗯。有奈的消息，感觉就是你除非有去，你有去很认真的去 follow 宝可梦相关的资讯，才会看到。对啊，他推的不够广，前面的话根本没有在推啊，台湾地区根本没在推、啊，就是知道有这款游戏的才会知道啊。嗯，对啊，他、啊、就等于就只是、嗯、等于就是满足，也不是满足，就等于是告知给对这有兴趣的人。嗯，就是圈内人士啊，嗯、没有扩散到外面，對對對，没有扩散到出去，其实就蛮可惜、嗯。因为其实我觉得不得不说，我觉得 Unite 玩起来是真的蛮有趣的，而且也是一个固定時間的，我觉得他节奏够快了，对啊，不会太久。应该是你们之前玩那个，就是要投球宝可梦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款不得不说是真的不错，对啊，而且它现在手机也有了，而且它的流派很多。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打的时候，其实蛮多阵的啦，嗯，对啊，虽然有强势角没错，但是就是有阵可以去打很多不同的，不会说都是都单一、嗯、就是一套这样。对对对对，我觉得它角色的丰富度很够、哦，对啊，就真的是蛮可惜，就是哎，那最近角色也出的够快了。看他之后吧，看他经营怎样。嗯，不好说，不好说。哎、欸，那御三家不会很丑啊？还好吧，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啊。很可爱哎、欸，我觉得这次的很可爱呢、欸。蛮可爱的、啊。你说巩家加王彩华跟那个嘛李罗吗？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蛮勾机的、啊。哎、欸，那个红色，这是中间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想说泡泡龙。对啊，因为他有个小门牙。我那时候看还想说，像泡泡龙哎、欸。我要认真仔细看一下，好像不是切过的苹果吗？请问一下。可是看他的介绍，好像想蛮想要做成就是完全的开放世界。可是我觉得应该跟剑盾差不多，因为剑盾他们也说是开放世界。哦、他的意思是哦，有啦，你在某个区域你可以找集聚洞，然后开放跟别人一起玩哦，这样。因为他的开放世界是这整块地图是在一起的，所以是开放世界。哦要、啊、不然把它做成阿尔宙斯的那种类型，我也觉得也不错。我觉得就是剑盾，然后野外出怪是像阿尔宙斯那样出怪，我觉得 OK。嗯，就是因为剑盾的虽然是也是鸣雷，可是剑盾的鸣雷我觉得做的蛮烂的。鸣雷是什么？要靠很近、啊，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宝可梦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哦，对对对。那在草地里的叫什么？暗雷，真的真的真的，就没有特别讲，就对啊，明的就是会直接出现，哦、暗的就是可能你要自己去碰哦、嗯、哦，哪个雷啊？打雷的雷，暴雷的雷，地雷的雷哦，对对，就是地雷的雷，对，我是之前真的没，那就是宝可梦的用语了，嗯，哦，明的踩雷跟暗的踩雷，对，就是明着放在那边跟你讲说这有一颗雷哦，这样。哦，哦，爆雷，哦，爆雷。每次出都有人说很丑哦，反正我觉得每次这种东西都这样子啦，一定有人在追啊。你看一开始那个剑盾那一代猴，那个猴子、兔子，加个什么蜥蜴，那剑盾那一代也是大家这边嘴说哦，怎么这么丑？就是后面偶尔是会。对啊，永远都有人说丑的啦，啊、没差。可是我觉得第二世代的我怎么看呢？我第一眼就觉得他很可爱。你说
菊草叶，对啊，火球鼠跟小巨鳄，小巨鳄这三只我觉得都好可爱。没有，我觉得这是审美这种东西太主观了。对啊，是很主观的。对啊，嗯，很像粉红色。啊、没错，就是有人超喜欢，有人超不喜欢。嗯，尊重啦，尊重啦。你被影响了好不好？汇入那个某那个杰克贴的那个直接全部变黄色，看到超傻眼，全部黄色。怎么了？怎么了？你自己改颜色嘛，讨厌就改哦。啊、怎么就是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尊重啊，尊重啊。尊重，各有所好，各有所好。可以啊，可以啊。不要强迫我接受你们的喜欢就好了。还有那个超级留言不能指定颜色，就是指定我要什么什么那个 RGB 这样子。哦、不然我那个气死，不要再粉红色了。没有，我觉得你那边应该不绿色就红色了。失去。啊，可是我觉得新世代的角色长得蛮可爱的。不是有人说？好像紫那边的帽子很像蛤蟆、喔、还什么的，蛤蟆，蛤蟆，就那个女角的帽子很像蛤蟆。哦，我没有看女角，我在看男角。男角我他已经，对，他已经直接不上女角了。我已经不上女角了。接吻。说谢谢，我就是要选男角。哎、欸，正太短裤我也喜欢爆啊！开什么玩笑啊！我已经不可能选女角了，这一代唐老鸭，我好兴奋啊！我真的好兴奋啊！真的好可爱哦！好，阿宙斯的女角都被大家嫌弃，跟什么？阿宙斯，我真的好怀、哦，我真的好后悔，我应该选男角的。好像没有这首女角不好吗？不是，没有那个马尾，我好气哦！像男角的马尾超好看的吗？哦，我好气哦！没有出那种妹妹系的，或者是那种比较可爱系的那种角色。什么系？不是啊，他就是固定角色换衣服而已啊。对啊，对啊，对啊，通常都是 NPC 啊，对啊，才会有这种类型。嗯，不然就是你玩的那个游戏，可能就是不太能直播玩的那种吧。哪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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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去实境上看应该很多啦，但是你那个标，你的那个标签可能要勾对啦。哦，实境现在真的好多、欸，超多啊！尤其是特惠那个什么特卖的时候，只是想说要逛个特价游戏，什么清，只有大概一半那个标签没勾到一半都是他，很多。你就算选你不要，他还是会跳在最前面的几个，没有错，你看一些，一定要看，嗯、真的是。我不要，没兴趣。是啊，这我真的觉得有加，有毕业了再告诉我。你知道有加有加各种好友，然后我不知道我还、啊、感觉我还没办法跨那个坎，就是假设如果你要我就是在一个就是有加各种好友的 Steam 上面玩那种类型游戏，我真的不行。哎、欸，对呀、啊，真的很勇哎、欸，真的是勇者哎、欸。我没办法，我还不行。是一开游戏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我跟你讲，开那个游戏就是要先把自己先 offline， 先把它离线。可是有时候 Steam 会坏，会自己给你上线哎、欸。对。那我会跟你讲说，你有好友拥有这款游戏耶，他会显示那个，他会直接告诉你，那个也会显示呢，很恐怖哎。我可以说我有拥有游戏，可是我没有常玩。怎么了？哦，我说那么好，哎、欸、他会写，他会写近期你玩多久？对，游玩时间。哎、欸，是会写哦，玩他会写，他会写，除非你把他整个就是资讯隐藏掉的。对，哦、啊，可以隐藏吗？那没问题了，可以了，可以，那可以。我等下研究一下怎么隐藏好了。你的好友收藏库。前几天才，你买了什么？先去截图他寄的游戏资讯，然后你要花几百块。赶快点进去他的那个个人资料里面，先把它看一下，我偷看一下。你要花多少钱赎回去？你要多少钱赎回这张截图？哎、欸，对。好恐怖啊！好笑，好笑。就觉得很勇哦，我看到了，我要截图了。我会截下来，真的就是截图，看到了，我要看，我要看，手脚很快哦。那这样子，很快哦、如果想要恶整他，就是直接狂送他那种游戏就好。他可以拒绝啊，可以拒绝，可以拒绝，可以拒绝。没有，你就是要截他接受的那个画面。很香、哦。我先截一下，我先截一下，考虑一下。只是拒，哎、欸，
那你们可以想到那个、啊、愚人节的题材了，直接送一大票，看有谁会接受。哦，哎，可是被拒绝的话，你的礼物库就会有一份那个游戏耶。对呀、啊，就会变成你自己呢。可以转送哦，是可以转送，没错啦。对啊，他好像要送一份，就只能就是一份哎。没有啊，所以你要周旋不同的，不是吗？我不知道、欸嗯，你是说，比如说送人透回来，会在你的那个，他会在礼物库，可以从礼物库直接说，是要再去送人家，再去转送，对。哦、然后万一大家都不要的话，你礼物库就会有一份那个游戏。等下，那可以一直对同一个人送吗？可以，可以一直丢，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我新式的烧烤法，我记得，我记得我之前要送一个恐怖游戏给了他，一直拒绝我，后来他最后才接受。好笑啊！可是这个东西要看一下最近有没有改，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有爆出来说有人用这个去洗一堆自己的礼物，对，哦啊，然后再用可是再用其他方式去卖，嗯，哦，好像有，好像有，那时候的 PUBG 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好像有爆出来这件事。可是就不知道现在改成怎样，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改，要看一下，说不定没改啊。哈基离线，嗯，哎、欸，我们离线，指定啊，就离线了。可是我已经看到了，我刚截图了，我也看到了，我也有啊，在第三名，在第三名，在第三名，第三名，很猛的，很猛的，啊，狠的，狠的。很人没有，那个是建筑的，建筑。对，你在玩建筑游戏，很久会，敢不敢申请出来什么游戏？敢不敢打开让我们看一下他穿什么衣服？最近有玩游戏，好笑，好害羞啊！哦，好恐怖，他还可以看关注。就是愿望清单、啊，对啊，可以啊，可以啊。然后你如果点到那个游戏，就是可能你在逛，就是啊，这个新游戏你没看过，你点一下，就会说有谁已关注，有谁加入愿望清单。所以其实我就说那个，我就觉得很那个要实力要够，我觉得很猛。真的，啊，创个小号了啦。难怪都知道我最近在看什么游戏，好恐怖。然后怎么会突然跟我说，哎、欸，我看你有在关注这个、欸，你要一起玩吗？我说，嗯，你怎么？因为好友就可以啊。对啊，有好友他就会跳啊。那个时候我就是看，哦，你有关注，嗯，那我来去问你看看好了。好像不是什么奇怪的游戏。搞不好有看到、欸，只是不好意思问你啊。要不然，搞不好看到，其实我已经买了，你根本不知道。欸、他会说你拥有啊。收藏库已拥有。我觉得很勇哎、欸，就是勇者啊，在 Steam 这么多好友的情况下，嗯，勇者。我想我要给一个大大的 respect， 嗯，真的是我直接在对那张图按 respect， 直接对那张图片按一个表情，赞，好按了、啊，哦，好爽，酷啊，好耶，因为你要想这个就是。正常游戏嘛，人都有些想要玩游戏的需求，人都有一些需求，所以我们才会说勇者啊。对，我才说 respect 啊，对不对？对啊 ，nice， 哦天啊！不会啦，最近有更糟糕的。更糟糕的谁？嗯，好像蛮多的、欸。糟糕游戏。就是有比这还就是比这个擦边球还夸张的。什么直球了吧？哦那個、最近的是直球哦，直球哦，对啊。哎呀，看来你的板上还很干净，还好那没事。我都没看到。哦，好久没逛死定了。啊，我也不知道哎、欸，到底什么东西啊？哎呀，那个不是你们的世界、啊。你因为我在想，小雨会看到会不会是小雨都玩那种什么乙女游戏啊之类的？是啊，比较容易会有类似的。他不是一刚上市都会有啊？靠腰啊，对不起。我刚点开 Steam 开始播歌了，没有，我讲的那个不是 Steam 上面，是最近的、oh. 某款手游，某款手游。哦，那我不知道。对对对，无形的超直球。欸，那个是造成就是日韩风动的台湾手游哎、欸，好猛哦！你说前阵子说什么假油是那款吗？哎、欸，对对对对，就是那款啊。啊，哪一个？哎呀，希望吗？晚一点跟你分享。你想跟我讲？好，晚一点跟你分享。没有。你们刚刚都在讲实境跟虚，我真的是都没有在 care 这些，因为只是因为实境上都没有合我胃口的而已。
真的，突然基因什么？你说什么？你听到关键字啊？哎，就跟我一样啊，我刚刚就也是这样子立场啊，啊有 view， 而且有那个在跟我说。对啊，是。然后我晚点撕你啊，晚点撕你啊！啊，是是是是是。好扯哦！完了，聊天室暴动了，全部都说是什么是是是，笑死了！啊，真的吗？那你们那边真的是很纯洁，我这边观众在我还没讲之前就已经，你完全不懂哎、欸，好笑，说不要懂比较好。我要赞。哎，最近确定有一个广告有点香、嗯，每次那个广告跳出来，我都会。多留两眼看一下那个广告、啊，深吸两口气、嗯。就是他的广告，就是都会前面先放一堆腿，然后就是腿的，真的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欸，那个动画就是改天看到我再直接丢给你们看。嗯，好。这又是手游的吗？还是对手游的？男生的腿吗？女生的啦。哦，你确定吗？你确定吗？它是动画啦，它是动画啦。哦，你确定吗？确定吗？动画更不好说咯，你确定？动画更容易骗啊！你想一下哦。这世界是很危险的。他既应该不是看到唐老师的那块吧？别的啦，别的啦。老师不是吧？对啊，唐老师就是在那边摸水晶球啊。啊，我没有看过。我最近看他在那边摸水晶球，不不不不。我在干嘛？再读一次。无法在商店上架的手游，真的假的？对啊，对啊。哦啊，那他这样怎么出？他就是要可能是要就是要载 APK 的哦，就是给 APK， 然后黑市交易。哇，啊、没错，我也要玩，啊、要玩吗？有兴趣了，有兴趣了。那我一起试，一起试。笑死！搞得像我像药头一样，你真的很像。你刚刚的举动超像，来拉开你的风衣有没有？很香的，很香的，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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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一口吸一口，赞，吸一下吸一下吸一下。啊，可是我不知道发发的尺度行不哎，可以吧？可以吧？哎，真的不知道你是哈这一口的哎，看看呢，没看，我看看而已哦，看看。玩的要挖掘，又发现阿汪吸得很开心，怎么办？我先来看一下。可是我觉得阿汪应该还好哎、欸。我先看一下角色介绍，是不是？对 对，角色。哦，这种哦，我先看一下有没有猜，没有猜。哎、欸，我还没传给你，这个是。因为有大大在，你还是打了。对啊，对啊。我聊天室也开始了啦。哎呦。要死！这种款我还好。对对对，我说你应该还好。哎、欸，可是蛮精彩的，你可以看一下免费内容。啊，好好，我先搜寻图片。啊、如果他们的头上面有两个耳朵，可能阿汪就会比较有兴趣吧。里面有一个啦，可是那个兽人不是阿汪的 type， 对。对，这种都太美型了。笑，好，你喜欢粗犷的。厂商说上次没找我搞笑，他说我可以免费帮你宣传，我可以帮你拍影片，好笑，我缺煤炭哦，你缺吗？嗯，缺命名牌，我掉了一个小时，嗯，哎、欸，好像还行哎、欸。掉命名牌哦，我看我有没有命名牌好了，我刚刚好像说要帮你看，我没看啊，我没有，没事，帮你从影月的箱子里面扛。可是影月不是要用吗？我那时候给他，他也是要用来命名那个海豚的、啊，他是要命名河豚那个啊，欸、海豚啊，讲的河豚，那不知道不是河童啊，河童。所以你们有煤炭吗？我有啊，耶、yeah. ，哎、欸，不是，没有他道路拓宽之后，我家的入口变一根鬼的样子，是在，不是他就是那种一下，哇，你怎么变这样啊？移个屁，看里面的移嘞，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起来，我不管一下，没有，阿旺，
然后你就这样四扇门啊，阿里两扇门走到就是你衰。哇塞，我现在是干嘛抽奖是不是？对啊，不要闹了。永远不会开的一扇门，有吗？强制拆迁呢，好过分。没事，我在研究。我可以帮你动一下吗？你要动怎样？我不知道啊，我要看看好吧。都给你，都给你。啊，你有没有斧头啊？是吧？没有斧头。笑死。接一个嘛，接一个嘛。好，桥就打掉了，不要了。啊！你们走了。桥打大自己跳进去，这样。上不去啊！哭啊！哭啊！上不去啊！哦，命名牌哦！恭喜！你这个水可不可以动啊？你要怎么？就是动流向，就是不是流向啊，就是动它流的高度这样。都可以啊，都可以啊，随意啊，你开心就好啊。不行，随意。有人可以帮我找一下命名牌吗？我拉上来，但是我没吸到。F 三加 B 啊！我找到，我找到，好不容易钓到了。有了，有了，有了，那没有捡到。那也太难过了。哇，旁边有路灯，真好，帮他命名。哦，你就是那个有没有路灯旁边都有贴广告纸，然后撕下来，然后贴上去。水的特性，嗯，有记忆，有记忆，不是吗？雪宝说的啊。哦，对，想起来，对耶。哎呦呀！哦，对，上不去啊，接蛙。发挥要接敷衍啊，敷衍，我要回去拿东西。敷衍呢？敷衍，没有，我看看哈吉啊，我找哦，对耶，对耶，就是他感觉很认真在说对耶，对啊，对耶，哦、对呀、啊，对耶，绝对，他绝对是敷衍，好吧，很认真在看我这种，哎、我很认真在运村民，好像十点了，感觉要下一次了。我感觉阿旺的那个门口要下一次，对。那你家的道路下一次再解决。啊，没事，父母要下一次解决。没有，是他往哈记家的门口。我等一下就指点了之后，我先把它弄好。没有，他这很像是那个马路在施工，然后挖一挖，挖到明天继续挖的那一种。下班喽。难喽。这样吧，这样了吧，还蛮像的。哇，那人行道真的会出事，旁边撞到箱子，对不对？我要到前面等了，我已经到了。我好，我等一下再来弄。我有盖一个小操场，只是没跑到。小操场，这个吗？哇！对啊，操场。对啊，这是大事、啊。那我们人工草皮，那我跑操场。人工草皮，跑操场一圈。不是都是人工草皮吗？1600公尺。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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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教官来了，教官来了。老师，你这个我要去睡觉了。你这个跑1600，不是先体力耗尽，是先直接原地晕，先晕倒，直接吐出来。这个要跑男生应该跑100圈以上哦，我觉得。那我先吐了。可能不是1600，是1600圈。等下，我睡一下，我马上出来。我睡了，我睡了。哎、欸，有了有了有了，睡睡平安，睡睡平安，睡了睡了睡了。嘿，喂，来了，来了。请说。一直掉下来，靠背。你这个人家可以站，知道吗？不行，少过头。啊，应该上一版的讲台是可以站的，这一版我是故意用的。对对，那边是假的，假设假边。好啦，今天到这边啦，感谢大家。
耶，拜拜。下一次的高校应该会不是高校了，末日会有一些些小活动。好诶、欸，卡星卡星，就行。好，先把我村民弄好。好，我弄好哦。你说村民，我弄好了。我道路用好了。啊，好啦，就到这边啦。我本来在想要不要继续开、欸，没有，我刚想说他们在聊，因为前阵子一直在刷那个甲油，然后好像在聊这一款呢、欸，然后看一下聊天室，好像是真的是这一款呢、欸，这样子，对啊，睡觉还好啦，我明天真的是要去看医生啊，因为这几次长痘都是长同一个位置，然后都是大概要。休息要消的话，等一个多月才会消。继续开啊，这很响啊。好啦，我继续开，我先停止串流，等我一下哦。我先停止录影啊。